自作主张的话，很可能会打破平衡。那对于一些动物来说，并不是得到了拯救，而是一种灾难。没错，因此我们人类不应该过多干涉自然，以免破坏它们原有的平衡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生不如死心如
间称赞到春天，唯愿慈悲垂降。
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 500016766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 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Thank you.
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烟供。南无月光，如月光白色，威德庄严，决定清净如来。南无月光，如月光白色，威德庄严，决定清净如来。南无月